我们先轮流讲好了，不要一次把排行榜讲完。所以这集我们一起讲时装，一起讲排行榜。这集先讲，等一下，神官，护眼甲耶！哇哦，它也好多背景哦，给你们看一下。你看它这个手游的背景已经这么漂亮了，更不用说是其他的。然后称号啊，好漂亮啊！维顿装，哇！天哪，我觉得它这一整套出来真的是很漂亮。冰小玲。嗯，飞子系统给你们参考一下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边大概就是羽绒，等一下我跳一下。基本上就是那传唤系统啦，然后这里里面很多女角，嗯，然后这就只是，等一下。嗯，先不要吵。主救英雄。哦，这两只都是花木兰，对吧？欸，花木兰、门客和家人。哇，它是一套的。那我们今天讲花木兰好了。好吗？那这游戏花木兰有多漂亮呢？我给你们看，给我内在。因为今天刚好开启花家人啊，我想说，欸，不过这个游戏的女角里也是很多。啊，再做一只。看啦，我抽一个人了。欸，先对战。方明垂不朽，先把那只连上去。活着，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。卡住你就是去接主线。这个。格好了。哦，重点是他这个戏已经开始出背景了，出时装了，超级猛的。而且呢，他已经进化到可以看人家的这个红眼。